家好，欢迎收看 Lingolistic， 我是梦梦，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吧。英国人，英国人，喜欢，喜欢，妹妹，妹妹，哥哥，哥哥，男朋友，男朋友，好看，好看，也，也，都，都，忙，忙。王小姐是英国人。王小姐是英国人，她住在南京。她住在南京。她很喜欢南京。她很喜欢南京。她有一个妹妹。她有一个妹妹。他没有哥哥，他没有哥哥，他有一个男朋友，他有一个男朋友，他叫 John， 他叫 John， John 是美国人， John 是美国人。他很好看，他很好看。他也住在南京，他也住在南京。他们都很忙，他们都很忙。谢谢收看 Lingolistic， 我是梦梦，下次再见。